家好，我是松松陈松伶。结婚之后呢，我从香港到内地生活差不多有十几年了。我可以说是一个香港东北人。从1991年开始呢，我已经经常来内地拍戏。从影40年里面呢，其实可以看到内地演艺圈的快速发展，尤其是在这十几年里面的内地发展非常迅速。影视行业方面呢，就是全面开花，综艺节目呢也是从无到有，到现在的鼎盛时期。那我希望就是香港跟内地的文化也可以多多交流，也希望香港的青年呢可以把握机会北上闯一下。香港的发展呢，真的是离不开祖国在背后的大力支持，好像是水电食品供应，那大到发展经济，小到是民生民计。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，我希望呢香港的发展会越来越好，而且各行各业能够兴旺起来，也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早点结束，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交流，也可以恢复我们的生活。